我是公关列车长的2010年10月25号，台北捷运。哎呀，我喜欢的台北捷运，那个淡水信义线哦。台北捷运淡水信义线通树林站，时间20分钟，报站设施开往淡水。这刚才像刚刚的时间哈。也拜拜，我的马吉猫，今年度的马吉猫彩绘。7301004403编组的，高亮型刚刚完成。拜拜，如果喜欢每个猫，专门多多点我们的聚光片，1、2、4次哦，感恩的字，再见，拜拜。